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刚回娘家，正好碰上我侄子的生日。你看，这一窝的小屁孩都在这边玩，小屁孩在玩过家家的游戏。给妹妹吃啊！小星星，小星星。吃蛋糕。球球给他粘上去。过生日啊，弟弟！你过生日啊，生日快乐！8岁了。小孩子，在这里慢慢吃哈，还是妹妹乖哟，是吗？妹妹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快吃。邓云浩，你不吃蛋糕是来玩玩具的是不是？叫哥哥帮你拿一下。这是哥哥的。吃饱喝足了，开始玩玩具了。